我是马来西亚的何佩凤，要问我河北是什么颜色？这里是红色，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让我快速的与这里熟悉起来。这里是绿色，有生机，有活力。这里是黄色，美丽乡村是我看过最美的画卷。这里是缤纷彩色，一切都是新鲜，一切我都喜欢。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何佩凤。今年的5月16日，我们的老师组织了我们到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了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果与乡村振兴带来的崭新面貌。今天我就为大家讲述我眼中的河北和美乡村，讲述我们这次感知中国富贫之行的故事。行程第一站，我们来到富平县骆驼湾村，它是中国脱贫攻坚号角吹响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一个贫困、闭塞、落后的村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脱贫攻坚政策的帮扶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亲爱的朋友们，骆驼湾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农家小院，绝对值得来走一走，看一看。行程第二站，我们来到实用军产业核心区，它位于富平县天生桥镇，是当地的著名企业打造了老香菇特色品牌。在大棚里，我们看到了一排排摆放整齐的菌棒，仔细观察了香菇的生长，了解了关于食用菌养殖的技术。在中国，通过发展这种特色产业，让村民们发家致富，改善生活，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很敬佩。活动第三站，我们来到学校定点帮扶的不老树